最近的未来就是现在。五年耕耘，让江北新区走在了南京创新发展的前沿。作为江北新区未来发展制高点，中央商务区扬子江新金融示范区以科技赋能创新，吸引企业，培育创业，为南京创新而生，为江北新区的发展不断创造未来。江北新区是江苏唯一的一个国家级新区，而且区块链也是大力发展的一个项目之一。那我们来到这个扬子江金融示范区呢，可以更好的去对接所在的一些金融机构。赛事呢，多年积累的一些经验，可以极大的助力江北新区打造新金融中心。发展前景非常好，而且也想丰富居民的一个文化生活。双区叠加的一个位置，我们相信这个扬子江新金融示范区一定是整个区块的未来。这边以后也是一个发展的核心区，所以就进驻了这边。春麦矩阵以区块链思维打造国际领先的多维度创新中心，是扬子江区块链国际创新中心孜孜以求的目标。科研与应用并行，探索与落地结合，将区块链技术流转成主打产品，是春麦矩阵的核心价值，也将更好地推动本地企业的创新与发展。通过金融科技的创新能力，重塑供应链金融融资新模式，让企业做到足不出户，通过汇成的线上平台就能方便快捷完成票据的融资，提高了银企之间电子承兑汇票流通的安全和效率。以科技力量践行普惠金融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安全、高效、普惠、绿色的票据撮合融资服务，给中小微企业提供最好的帮助。作为扬子江新金融示范区的先行者，赛事凸显其金融加科技的属性，为入驻园区的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免费的金融科技的培训，以及对接相关的产业资源，为园区内的企业更加积极主动的融入示范区添砖加瓦。我们微客空间到这个地方来，一个是希望能够聚集未来金融科技方面领域的一些企业，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更好的发展，另一个呢，就是我们也是谋求自身的发展，在帮助这些企业成长的同时，让我们微客空间本身也能有一个很好的提高。这里给我一种城市中的绿洲的感觉，但与此同时我又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。人文啊，这个居住啊，环境啊，舒适度啊非常好，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变化，然后真的算是日新月异。这种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啊，我们面临着长江，然后背靠着花海，其实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是非常的愉悦的，发展的非常快，非常的迅速。我们一开始只有十几间的入住量，到现在我们几乎是满房的这个状态，我们觉得也挺欣慰的。我们在扬子江新金融示范区，我们在扬子江新金融示范区，把区块链做成江北新区的示范产业，用科技的方式普惠中小微企业金融最后一公里。请你边喝咖啡边聊合作发展，让每一天变得更好，给您一个温暖的家。欢迎你来创业，保持我们的核心驱动力，践行普惠金融，服务实体经济，结识更多的合作伙伴，期待你的到来，遇见未来，遇见你。唯有永不褪色的明星城市，只有永不落幕的城市创新。在这块创新创业的沃土上，将有更多企业落地生根，着眼当下，聚焦发展。扬子江新金融示范区
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迎接挑战，为创新，迎未来。